Et là, aucun.你爸爸呢？跟着藏经生，才给他爸了。你还是跟着你爸好。妈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，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的。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。Why did you come to Australia? My dad wanted to come.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迟早是要分开的。